在运动开始前要先做自我身体检视，如果不确定你的体能状况能不能进行下列的运动，要先咨询你的医师。如果在训练时有疼痛感、呼吸困难、晕眩、心悸等等的状况，请先停止并且休息哦。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活力满满的课程吧。运动暖身，好处多多，大家一起跟着影片内容，让全身好好的暖身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跟着我们一起做暖身活动吧。我们来做双手画圈，第一个动作，双手伸直，自然的往前画圈，做15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同样动作，我们向后画圈，一样15次。好，来预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动作要领：一，双手伸直；二，以肩膀为中心向前向后画圈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开合跳。我们来做原地开合跳，先以立正为开始的姿势，跳起来的同时，双手双脚同时打开，合起来的时候，双腿并拢，回到立正姿势。现在开始，我们来跳15次吧，预备 ，Go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动作要领：一，以立正为开始及结束姿势；二，向上跳时，双手伸直，举起高过头部拍手，双腿外张，全身呈现人字形。做完暖身操后，接着就来为大家介绍核心肌力训练。进行核心肌群训练时，要注意正确的施力部位与维持正确姿势，避免过度出力造成压迫感，才能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。在整个核心肌群训练过程，都是维持适合的呼吸节奏，不要憋气哦。训练核心肌群可以加强身体的稳定度与平衡感，增进躯干的和谐运作，矫正姿势，减少受伤的机会。接下来的运动呢，我们可以以30秒或15次一组为单位，一天可以做3组，到有点喘、流汗等等。放式是很容易学会的动作，首先脸先朝地板趴下，手肘呈90度，双手前臂跟脚尖撑起身体，腹部、大腿、臀部用力，背部、腰部、臀部保持水平线，维持30秒。我们重复5次，动作维持30秒，预备，开始。动作要领：一，
面朝地趴下，手肘弯曲90度。二，双手前臂与双脚脚尖撑起身体。三，腹部、大腿与臀部用力。四，背部、腰部、臀部呈水平线，保持挺直。五，动作30秒后休息30秒，重复5次。接下来我们来练习第二个动作，深蹲。这个动作会比前一个稍微难一点点，需要保持身体的平衡，找到重心。首先抬头挺胸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脚尖向前，核心用力，臀部向坐椅子慢慢向下蹲，大腿平行于地面，双手平举至胸口位置，呼气时身体回到站立的位置，一组15下，休息时间30到90秒，重复做3组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停。动作要领：一，抬头挺胸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；二，脚尖向前，吸气时核心用力；三，臀部像坐椅子一样慢慢往下坐，蹲低至大腿与地面平行；四，手臂向前伸直，平举至胸口位置；五，吐气时脚跟站稳，回到站立姿势。六，一组10次，休息30至90秒，总共做3组。最后，我们来练习第三个动作——卷腹。这个动作又会比前面的动作困难一点点，需要躺在瑜伽垫上进行。先仰面。在瑜伽垫上，膝盖弯曲，双脚踩地，双手在头部两侧，腹部肌肉缩紧内缩，下背部贴平于地，让头跟肩膀离开地面，维持2秒钟，回到准备位置。一组动作15到20次，休息30到90秒，重复3组，注意手不可以压头哦。预备动作，开始，一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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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动作要领：一、仰面躺下；二、膝盖弯曲，双脚踩地；三、双手放在头部两侧；四、腹部肌肉收紧内卷。五，下背部平贴于地，头与肩膀离地，维持2秒钟。六，一组做15至20次，休息30至90秒，重复3组。好，今天的核心肌力训练大家都学会了吗？
平常在家里都可以一起跟着做哦，这样以后日常做家务或是运动都会更加轻松和安全哦。核心肌群的训练可以提升稳定度、平衡感，还能矫正姿势，更好的支撑整个身体，让日常工作、运动时的身体活动更加轻松。运动完要让肌肉适度的放松伸展，才不会造成肌肉的过度紧绷哦。最后我们会做两个动作，伸展今天训练的肌群。动作时要保持呼吸，每一个动作维持15到20秒。首先伸展股四头的位置，右手扶着椅背，左脚抬起，左脚放在脚背的位置，向上拉起，左膝朝向地面，维持15秒，伸展股四头肌的位置。好，接着换边操作，一样维持15秒。第二个动作，伸展腿后肌，首先坐在椅子约1/2的位置，左脚打直，脚尖朝上，身体打直，双手放在右脚膝盖上，身体慢慢往下伸展，维持15秒。好，起来休息，接着换边操作，右脚伸直，脚尖朝上，身体打直，双手放在左边膝盖上，身体慢慢往前，维持15秒，伸展腿后肌。好，回来休息。恭喜各位完成今天的动作，一定要记得配合呼吸来做运动，不要勉强自己的身体，伸展动作也要做确实哦。那我们下一个单元见，爱运动，动物爱 ，Together we move。